鱼吧，买到鱼啦，你看这么大一条鱼哟，这么大一条鱼嘞，好不好？<笑>今天晚上我们就煮鱼吃了啊，好不好？点头去，怎么点头来？好好，好好，点头去，怎么点头啊？嗯，别搞，你吃糖了，别搞了啊！你别搞，你吃糖糖去，回家家了，回家家了，回家弄鱼吃喽啊！ 炒鱼吃喽！哦，把这个盆装啊，盆装，这个盆装，小心喽，它跳起来喽，它跳起来喽！哇，这么大一条鱼！好了，爸爸拿进去杀了，杀鱼吃鱼喽！今天晚上就吃一条鱼就行了，一家人。 干嘛？OK， 砍完了。怎么炒着吃呢？啊？红烧鱼。红烧鱼啊？嗯，还是酸菜鱼。 酸笋鱼啊，酸菜鱼啊，酸菜鱼，有酸菜没有？哦，有那个菜啊，有那个什么菜的，我们自己泡的那个菜，可以，这个酸笋鱼呢？酸菜鱼，酸菜鱼，嗯 ，OK。 OK 了，可以了。OK， 现在重新要把它拿这个水把它压下去，不然它漏水面了就这个叶子就会烂了，什么的就不好吃了，不脆了。 放上鱼，煎黄。嗯，哎。
还让你抱他撒娇啊，娇了娇了，哎呦，这个我可得娇了，看、哎、你的香，哇，哎呦，还可以，点是两面顶房就可以了。他是要你帮他推他车啊，姐姐。爸，加上水。把煮个十来分钟就行了，让它入味，加上盐去。放点大辣椒啊，还是可以了。OK。煮一下就 OK 了哦。累不累啊，弟弟？差不多了吧 ？OK 了，加点鸡精，一个鲜。OK。你的大蒜点缀一下就 OK 了，美美的一锅，弄干了干嘛？洗漱呀，洗漱去。那你去吃饭了。家人们，我们今晚上吃酸辣鱼。啊？酸辣鱼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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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完了。啊，我把现在做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嗯。怎么办？啊。嗯。来来来。嗯。就做完。姐姐呢？姐姐呢？要干嘛？你拿。不用。嗯，真好吃哦。王弟弟弟嘞啊，来。嗯。他当个鱼龙来干啥？嗯，昨天不鱼吗？来哦。吃饭啦？啊。咩啊？咩？嗯。妈。开始，来，吃饭吧。嗯。这个鱼吧，他给我们顶大了，真的。嗯。嗯，简简单一个火锅，就是一条鱼就可以一餐了，一个火锅是不是？嗯，好吃啊。火锅来了，哦，去哪里啊？对面来、啊。